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注解的第十八段开始啊，世界即有一切众生，有性海中起无明风，自此共业之所结成，故以泡如之，色心。即由性功之所变现，可以影如之。此世此心，有泡影同一延伸，可见心世亦有泡影同一希望，岂可灭为真实？这段讲得非常好，说明咱的身体，咱这个世界是对倒位来啊？到底是甚么款的代志啊？大仙甲咱讲的世界。是由一切众生共业变现出来。楞严经里甲咱讲业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动分妄见，一种叫做别业妄见。啊，妄啊是虚妄啊。无论是动分啊，就是共业，大家有共款的相似的所在。别业是无共款的，个别的，无论是东是别，拢是希望的。这段文虽然无长。已经讲得相当详细了。性是真如本性，海是比如真性，广大无有边际，所以把它比如做海。这个名词在现代哲学里面它叫做本体，也是说宇宙万法对这个本体生出来，你说现出来都会用的，它是灵变，它是灵生，无量无边的世界是伊所变，是伊所生的。咱将这个本体个叫做性海，这是佛学里面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伊。一切众生是共一个性体，这是诸位。必须爱知影的，这佛法里面讲的啊，一切众生平等啊，平等对倒位讲起呢，是对共一个性体变现出来，
所以是平等的。诸佛菩萨啊，是这个性体变现的；六道众生嘛，是这个性体变现的。不但有情众生，咱今仔日讲动物，人嘛是动物之一啦，是性体变现的，是无空物。乃至虚空，也阁是这个性海变现的。所以离了自性以外，就无依法可得了，全部拢是自性变现。所以佛的法言经常讲啊，情有无情，动缘种地，都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讲的。情是有情众生，咱今仔讲动物，是法界内面的进步。无情啊，是咱讲这个生活环境，是无空物。因为啊，拢是自性变现的，所以个叫做动缘种地。缘是圆满，种地是成佛。佛讲这个话，这是超越咱的常识。咱忽然间听到啊，真恶去体会。呀，这句话啊，若是讲甲粗一点嘛咧，就是人可以成佛，一切动物嘛会使成佛，是无恐怖嘛会成佛，这咱就真歹了解咯。为什么是无恐怖也会成佛呢？动员种地都是拢种拢会成佛，因为啊，伊是一个自性，一个性变的，伫有情叫做佛性。你无情的那个叫做法性，法性啊，甲佛性是同一个性，无离无别，拢是自性变现的。也这个境界确实是真奥去体会。如果咱用做梦来做比如，也会当小可知影一理啊。梦是安怎产生的呢？现在一般人大概拢知影，是咱的下意识变现出来，意识心变现出来。梦内面啊，有有情众生，有家己，也有真多人物，而且梦内面啊，嘛有实物，嘛有空物。然后虚空山河大地，敢不是拢有呢？可见呢，规个梦的内中啊，拢是家己的意识心变现出来。幸福是甚款代志呢？幸福是讲你感悟了，醒过来了，一个精神起来了。你梦就无了，梦就消失了。消失是当时消失的，无前后啊。梦的发生啊，嘛是当时，也无前后。咱伫个规个梦的内面来体会华严经上讲的啊。情有无情，动缘种地啊，比较比较容易一点啊，拢是啊，自性变现之物。怎样会变现这款复杂的世界呢？这下面讲了，起无明风，风是比如以动，心动。因为对有事实真相不明，这不明就是不明啊，一切会动啊，
假使那都有事实真相，拢总明了咯，迄、那个心就不动咯。不动就是不起妄念，起妄念就是因为对事实真相无了解啊，伊即会起妄念，这就叫做无明空动啊。这是啊，无明的心动咯。每一个人所迷的千千公协拢是无共款，所以啊，一切众生共同做的这个业报，这就是啊，是法界依正庄严这个世界的生起。是这款的一个原因生出来啊，经常用这个炮来做比如，这个比如予咱容易体会。另外，性海就是大海，正如本性像大海同款。这个大海拄着风啊，风吹起来时阵会起水泡。水怕是无量无边啊，大海是一个啊，拢是海内面起的水怕。形成水怕的时阵，是一个水怕，一个水怕，伊是有个别的，无共款的，佫是水怕，若是破裂，佫回归到大海，又佫是共款咯。这就是你迷的时阵，那亲像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无同款。觉悟了后啊，这个水怕破去了，回归大海了。觉悟了就完全同款啦。迷的时阵啊，是各个无同款；悟的时阵是同款的。这个道理啊，是容易了解。咱对事实这个现象内面啊，来仔细观察，就会当看出来咯。伫咱咧起心动念的时阵，会使讲每一个人的梦想拢无同款。就算讲你讲同款，当中也阁有不同。明你讲两个人的梦想也是完全同款的，无这款代志啊。啊，无同款。但是如果咱将梦想拢失掉了，拢无梦想了，那是绝对相款的。无量无边众生嘛是同款的，离开一切梦想分别执着，就完全同款了。回归到自性啊，回归到性海。所以啊，起心动念。就是无明风啊，安尼先造成了是法界啊，啊，一个佛家讲的三千大千世界、无量世界，就是安尼造成的，是安尼来的。经常用这个怕来做啊，比如，这是说明世界是什么款代志，唔是真的啊。下面的一段跟咱讲身体，这咱是非常关心啊。咱这个心那是什么款代志呢？色心即由性功之所变现，故以影如之。本性的功名。本性的光明变现出来的色心，哦，那个色心上非常的好啊。佛经里面讲的报心啊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这是咱本性里面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。你看经常讲的啊。富有三心，
化身，化身就是圣体，就是头前讲的圣海。化身无相，报身啊，报身是智慧集诸之心。迄、那个上好光明是不可思议啊！咱今仔日这个身嘛是性功变现的，就是讲这个应化身。但是咱现在这个性的功也是咯，这讲是这个光内面掺杂着真正多的污染，无清净啊！有时啊，变现这个心，这个心的色相啊，就无庄严。咱掺杂着什么呢？梦想分别执着，犹如牵挂烦恼，无量无边啊！经常讲个八万四千烦恼，无量的烦恼啊！咱今仔日确确实实是对在这个无量烦恼内面啊，将咱的本性的光明完全甲掠藏起来。虽然啊，掠藏啊，也阁是会起作用，就亲像落雨的乌阴天啊。云彩将日头啊完全掠着了，伊也是会起作用，伊也是会对云层内面透一点啊出来。咱今仔日这个色心、六道的心，乃至五鬼啊、地狱心，拢是这么厚的云啊，密布内面性功啊透露出来一分。障碍啊愈严重啊，这个色心的模样啊，就愈歹看。啊，你啊，咱讲这个眉毛浅浅、眉较浅的人，伊的色相就较好看，清净光明；眉较重的人，色相啊就真歹看了。咱看三恶道的众生的这个色相啊，比袂着人天。这是啊，一定的道理啊。咱世间人嘛，常讲相随心转，不但相随心转，你应当爱了解心啊，这个心的体质嘛是随心转，心清净，你身体一定健康。这病对哪位来呢？这病是对梦想烦恼里面来啊。人若是讲离开梦想、离开烦恼，伊哪会破病呢？所以梦想烦恼是毒素啊！你看迄个佛经上讲的贪嗔痴叫做三毒。你若是有严重的贪嗔痴，你的心歹去了，心无正常了，变现出这个色心，心就无正常，无正常就会破病啊，多灾多难啊。啊，如何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清净心？清净心得到健康的身体，慈悲心得上好光明，人慈悲啊，那个相就好看。你若想要相貌好啊，修什么？修慈悲心，身体好，修清净心，这是啊，你真正会当得到呀。因为这个身心拢是自性变现出来，
诸佛菩萨的体质啦，相貌圆满。伊为什么圆满？人伊心清净，人伊是大慈大悲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心内面无一丝毫的污念，无一丝毫的恶念，伊的相貌当然是圆满咯。所以咱看到果，就爱知影因。世间人相貌无同款，为什么无同款？因为伊的念头无同款。每一人的梦想念头无同款。假使你发现啦，两个人啊面貌拢同款，伊毋是相生啊，两个人面貌同款。也你阁详细甲观察，迄两个人的动作举止会同款，这两个人的命运也会同款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伊这个因缘接近啦、啊，就是讲伊的梦想分别执着是非常接近，啊，所以才会同款啦，才有共同的命运。到什么时阵，这个相貌、身体完全同款的成佛，佛佛道同。因为成佛咯，所有一切梦想分别执着拢断清去咯。迄个时阵的相貌完全同款咯，成佛啊，才会用力啊。菩萨拢无同款，菩萨的相貌是大同小异啊。你详细个观察也是无同款，但是啊，非常接近，到成佛就完全同款咯。所以这个色心啊，是自性内面的智慧光明变现出来，本性内面智慧光明。在咱的佛教的名词啊，称之为菩提。啊，但是灭了以后啊，菩提就变作烦恼了。啊，咱在大经上常看到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烦恼甲菩提是一件代志。干我咯，烦恼叫做菩提。没咯，菩提就叫做烦恼啊！伊是一个物件，一个角，一个眉，生死涅槃嘛是安尼生。觉悟伊就叫做涅槃，没咯就叫做生死，是一件代志啊。咱今仔是咧眉啊，所以咱的色心是和烦恼啊之所变现。这个烦恼就是啊，性功未失落，变成了烦恼。诸佛菩萨的这个色心啊，是性功之所变现。咱六道凡夫，性功变成了烦恼。烦恼就是性功，性功就是烦恼啊。但是啊，变作烦恼，变作现在这个色心。所以啊，用影来比如，自性智慧光明就是体，这个体影，那就更加无实在咯。所以啊，这个身体更加无实在。出世出心，出世讲咱的世界，世界是假啊，千万啊，唔通。误会讲，以为这是真呢。现在啊，咱这个身体就亲像经常讲的甲泡影同一原生啊，同一原生啊，同一原生。嗰件新事也有泡影同一浮梦，这拢是事实啊。身体真正脆弱，这个世界也真正脆弱。
敢会当以美为真实？你那是该当作真的啊，以为啊，伊是实有，这个也错了。甲事实真相完全是未符合。下面啊，以《楞严经》的一段经文来说明。啊，这段经文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。《楞严经》曰：“令我中迷，非迷为空，空非暗中，皆暗为色，色则妄想，想想为心。”经文只有六句，而这六句啊，将宇宙人生的来源、形成、变化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如果不是究竟透彻的明了，绝对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语句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。啊，起因是什么呢？令我中迷，这句就是说这个无明啊。一般经常上讲的，一念不觉离有无明，这句话就是一念不觉离有无明。这就没了。为什么会没呢？那个原因啊，就是第一字啊，念。这个东西麻烦咯。也是楞严经常讲的啊。也是佛陀那尊者问释迦牟尼佛，为什么会起无明呢？无明起来了后啊，咱变作凡夫了。咱爱用偌济的时间啊去修行，用无明破掉，结果恢复自性呢？这个恢复自性了后，什么时阵才阁会起无明？这个问题啊，是大问题啊！根本的疑问，有那尊者在楞严会上拢替咱提出来了。世尊解答的是：为什么会有无明呢？我讲得真明白，知见立地是无明本，无明的根本呢，就是知见内面，你搁再立一个知见，这就是无明本。在这句话里面啊，念啊，这个念就是立地啊。这个话意思真深，咱也是听无啊。什么叫做地见？
你见是本有的，是本能啊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希望的。咱今仔日目睭擘开，外面境界看较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佛法来叫知见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希望的。你哪会迷咯？你伫这个知见内面，搁去建立一个知见，怎样搁去建立一个知见呢？咱看到这个清楚，这是这是花，这是叶啊，迷咯。这就是无明本啊。这不是叫做花，是要叫什么呢？呀，你就未加更加深，愈未愈深咯。这个意思，佛法还未来到中国来，咱中国的老祖就了解。明可明，非常明；道可道，非常道啊！啊，所有这些名相的事实，是人家好的啊。我该好这名，伊家好迄个名。个人好的拢无同款，有时就争执咯，就误会咯，麻烦就来咯。呀，这个立地，立地就是梦想啊！你伫一切境界内面无梦想、无分别、无执着，你所看的境界都是真法界啊！这就是佛菩萨的境界，所以佛菩萨无烦恼，法界是平等的，法界是一如的啊，法法皆是啊。一个有分别执着，麻烦大了。一如皆是，拢无了。所以我这我就是意见，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你爱在这个啊清楚明了内面来去建立，啊，以为家己是有底，这就害了。啊，以为家己有底，这就是无明啊。无明的意思是不加震动啊！我以为家己有知，这心就动了。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本啊。头前啊，有甲诸位讲过，无明无开始啊，所以叫做无始无明。无始生死根本，无始菩提涅槃。啊，咱用了真长的时间说明什么叫做无始。这个意思真深，一定要真细心的去体会。因为你有一念啊，好了，你本来是伫咧悟中，本来是觉悟，这一个念就错了，你伫咧觉悟啊当中迷了。悟中的心是清净的，是光明的，是不动的。迷了，你伫这个境界内面起心动念，你心动了。这就迷了，迷了以后就现象，这相就改变了。注意要知影，这个五中的相啊，佛经上讲大光明中啊，
所以是明的，光明的。可是一念灭了了后啊，光明就无了。灰昧啊，灰昧是黑暗的。第一个现象，明相失去了。在无明内面，咱的现象是不是无明？是啊。太空是乌的啊！你看现在，咱如果咱将这日月灯甲摕走，这個、现象就现前咯。日月灯摕走，乌暗一片啦、啊。灰昧为空，这個、现象对得来，没相。如果是乌的相呢？这个相是光明啊，无需要日月灯咯，本来光明啊。佛法内面称之为大光明中，所以灭的时阵境界变了，自性本明变作无明啊，变作不明了。空慧暗中啊，你的这个。黑暗的虚空当中，这个打梦想咯，打梦想啊，伊就变现象，伊就变现象，变什么现象呢？这物质啊，就出来咯。在法相里面讲啊，梦想是见分，见分伊爱见，实在讲伊无物件可见，有时伫个灰昧之空里面，结暗为色，就变作即个物质咯。其实咱知影，物质是假啊，毋是真呢。物质是甚物呢？普通的现象。见要见，这个见的念头愈来愈强，愈来愈固执，愈来愈坚持，这个普通的这个幅度就愈大。这就是现在所讲的，对基本粒子、组合成电子，这个组合成原子、组织成分子、组织成万物啊。什么人伫即内底主宰的组织妄念，拢是对梦想生啊。这是对见分变作了相分咯、啊，可是注意要知影，见分甲相分啊，拢是对灰昧之空内面变现出来啊。所以无明是一切万法的根源呐、啊，一切万法的根本呐、啊。无明是自性不加变现的状况，伊的体就是自性。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真正是一念不觉啊！咱未是自性真久咯，这个真久就是讲未是以后念念都拢未，咱看到的是未息的这个相续相啊！念念拢未啊，真正是无量劫来，咱念念拢未，有可能会觉未？当然有可能啊，
如果一个角了后，你念念拢角，这问题马上就恢复了，就解决了。这地讲的无明是无死啊，无死就唔是真呢。那是有始有终，哎，就袂当讲是假呀。无开始嘛，这个现象是刹那生灭的现象。灭是一念灭啊，觉嘛是啊，一念觉啊。咱今仔日听到佛法，仿佛那像有一点啊觉的气味啊，为什么也未觉起来呢？一个一念觉啊，一念觉咯，第二念佫未咯，怎样保持第二念未未呢？觉咯爱放下就未未咯，放下什么呢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未未咯。这是对根本上放下，对迄个啊能变现幻想的迄个所在放下，对思想放下是袂用的啊。咱今仔日讲贪嗔痴慢，将贪嗔痴慢放下会用袂？你也是得到一寡自在，是得到一寡好处。可是你境界袂当转啊，因为你是对机巧来放的，唔是对根本上放的。机巧放下了，确实会当减轻你的负担，也是减轻你的烦恼，减轻你的恶报，有这个好处。放下贪嗔痴，这上个明显的。就是放下三恶道，你伫个六道内面未对三恶道咯，这就减轻负担咯，减轻烦恼咯。可是你无办法超越六道轮回，无办法超越心法界，所以这个放下爱对根本放下，根本是什么？念头啊，起心动念，如何会当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这个话啊，咱在讲说当中讲真多遍，但是大家真无容易去体会。爱学这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啊，对根本放下，唔通对起起笑笑，起起笑笑，无什么大路用。咱眼见色相，目睭擘开看到外面的现象，下当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咱的见就甲诸佛菩萨的见是拢共款。咱用的是见性，见到外面是色性。这个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用这个眼色，看到外面是色尘。尘是比如，尘是污染，你一定会让外面的境界污染，也就是说你一定会让外面的境界动心。动什么心呢？动分别心、执着心、贪嗔痴慢的心，你会动这念头。这就是心比境转啊，家己的境界内面会当做主，和境界转去咯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境界是未当甲你转啊，未当甲你转啊，你就可以转境界。林扬经讲个，六念转境，即同如来。什么人不比境转，二念转境呢？原教初诸菩萨了。初诸菩萨有甚物本事呢？甲诸位讲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
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那就是愿教处世菩萨，就超越十法界了。起心动念，就将这个境界变作十法界。分别执着，就伫个十法界内面，佫变作六道轮回了，也就愈来愈害了。事实真相都是安尼来啊！结暗为色，这是啊，说明宇宙怎样来，世界是怎样来。色诈梦想想象为心，这两句是说明一切有情众生的心是啊怎样来。色是物质，咱这个心六心是物质，内面掺杂的梦想，梦想是精神呐、啊。咱现在讲动物，动物啊，伊必须的时阵有色心，有梦想，就是讲伊有物质的这个身体，也佮有精神的一部分。这个梦想，咱讲心法，色心理法。色内面杂着梦想，想象为心，心是怎样来？心是想象得来啊！这个相貌，相貌是安怎得来？想象得来啊！咱世间人不明这个道理。讲什么？这个维团呐、啊？你详细去甲想看卖，这个维团讲甲真勉强啊！为什么？维团是儿女的相貌，一定像爸母，多数是像爸母啊。如果讲维团，应该普遍拢是安尼生，可是要有少数迄个儿女啊，根本都无像爸母啊。确实是爸母生的，伊无生爸母，而且维团安怎讲法呢？而且咧佛经啊讲得真好，想象为心呐、啊。这个相貌啊，是伊啊投胎来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时阵的梦想。佛经上讲的啊，儿女甲父母四种缘呐、啊，报恩报怨讨债害债啊，这是啊冤家债主一个拄着了，拄着啥人拄缘呐？伊来投胎时阵，大概时阵，这个大伯就介意这个查某呀。查某就介意这个查甫呀，将爸母的心呐、啊，以为是家己的心，所以啊，相貌就结棍了。啊，也佫有的时阵，这个亲属真近的时阵，如果伊也真介意的时阵，伊迄个相貌也就亲像其他诶这个亲属这个相貌，是伊的欢喜心出迄个相啊。所以确实是想象为心，相貌是安尼来啊。但是这个相貌会变啊，注意要知影，相貌会变啊。为什么会变呢？相随心转啊。所以中国古代对有教育非常重视。教育是教导你做人，
怎样对人对事对物，怎样面对着咱的生活环境，环境内面包括天地鬼神。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教敬教孝。一个相貌珠珠连连端庄啊，现代人无共款咯。现代人对这物件无讲究，认为这是真正落伍的思想，这是啊，过去是专制时代思想。将这些伦理道德完全卸去了。现在人想的是什么呢？奇奇怪怪，真正是不伦不类啊。咱中国古人所谓是妖魔鬼怪啊，现在想法拢是妖魔鬼怪。相貌即个模样嘛是妖魔鬼怪啊，这非常的惊人啊！社会面怎会当得到安定呢？人生活伫即个世间，哪会当得到身心安稳？所以现在人不如古人，古人身心是安定的。现在的人身心是浮动的，毋知影倒一个所在安定。你讲即个生活偌艰苦啊！所以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啊！教育是教人觉悟啊，知影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天地关系，人甲自然的关系。中国古代教育是教这个啊，这是讲新怎样来，上怎样来，所以一般人讲啊，一个人40岁以后啊，就相貌啊，甲先天的骨龄远咯。先天影响是无大，40岁以后的相貌啊，迄就是你后天爱负责。你的思想、你的见解、你的行为，40岁是一个真大的变化。40岁以前。这个相貌是你投胎迄个时阵所影响的啊，40岁以后是你这一生啊修善修恶所变现的，迄完全是无共款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相貌一年比一年较好，这个人啊心真好，形真好，相貌一年比一年啊感觉较可怕，迄心思就有问题咯。伊个行为就问题咯，啊，对相貌言行，会当看出一个人的心地，看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只有6句经文，将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。啊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此段经文明白开始，虚空、世界、色身，全由众生分了了的妄想之所变现，这个就跟咱的做梦同款。梦中有世界，梦中有虚空，梦中有色身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
注意爱常常将即句话甲记掉诶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经验当中，常常会当提起，即人算是清醒，袂迷咯。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你心内想仙。身心世界拢现，确实对着念头就会变咯。心想恶，即、这个身心世界无一项袂可恶。拢伫个一念之间啦、咱念佛会成佛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往生，根据什么道理呢？嘛是即句话：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我想佛慢慢就会变作佛，所以你何必去打别个妄想？啊，为什么毋念佛？这念佛就是想佛啦，念毋是随你念嘛。啊，注意想看这中国的文字，你看念佛那个念，念是什么？现在的心嘛，金心嘛，现在的心内就是想佛，这才会起变化。随你念，心内是无咧念，无路用啊。最重要是心肝内爱有啊。所以，这个念力中心，想心内就有相，心内就有一个相，叫做想啊。迄、那个相爱好相啊，啊，佛的相好啊，究竟圆满，无丝毫的缺陷。你为什么唔想佛呢？为什么唔想菩萨呢？想佛想菩萨，尤其是较有下人，啊，退休了后无代志做咯，伫厝内逐工想佛想菩萨，好啊，慢慢就会变佛变菩萨咯。真侪退休的人啊！退休了后无代志咯，感觉无聊，逐工想无聊，逐工乌白乱想，毋免两年，乌头毛嘛白咯，皮肤也了咯，啊，那像是两年，那像过了20年共款，老咯，什么病痛拢出来咯，那是什么？梦想爬出来啊！哦，别乱想啊！将这个身体糟蹋咯，这念头改变了身体的组织，哦，这个组织无正常，伊就会破病咯。有病啊，就逐工想病，所以这个病就愈想愈严重，愈想愈复杂。这病哪会好咧？这是咱看到真多退休的人。一两年就老了，你搁甲看迄个模样，真可悲啊！变化太大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所以你若是真正会当逐工想菩萨、想佛，那就无容易老啊，无容易变化。变化是有啊，伊一年相貌比一年庄严。一年身体啊，比一年较好。无需要食补啊，无需要用药啊来治疗，毋免啊，这些物件拢会起副作用啊，拢会伤害身体。
只是一个清净的念头，清净心会当啊，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啊。梦想本非真实，刹那生灭。尤其变现之心识，变现的身体甲世界，既能真实乎？灵变的梦想啊，梦啊是虚妄，绝对唔是真的。所以咱一定要认清楚，心是假啊。比如做影像，世界亲像水拍同款，梦幻泡影啊，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。这才是事实真相，真相清楚明白了，自然就不起妄念。对着这个境界，未过再起心动念，未过再有分别执着，这就会恢复到正常了。这个下面呢，也是解释这句内面这六字：水中之泡，极其脆薄，这水怕真容易破去。最易毁灭，殊不知世界一年。今仔日咱都有世界成住坏空，这个事实怎样个相当的清楚？伫天文台的，对天文望眼镜来对观察宇宙，大家拢会去发现有新的星，世界形成啊！大家拢会观察到星球消失，或是爆炸，或是就无了。这就是经常讲的啊，世界星柱坏空。咱这个世界也唔是真实的啊，无经过啊，真脆弱。你讲外面这个星啊，地球也是袂堪你弄的啊，一弄就完咯。弄这机会有无？当然是有啊，这机会真少就是啦，不是无啊。何况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，人类家己啊，糟蹋这个世界。啊！家己要毁灭这个世界，这嘛是一切化中心上升啊！这是他的工业。所以，事实真相只有佛法看个清楚，看个真实，看个透彻。世间人以为的这个吉祥祸福，贪图种种享受，在佛法里面看到呀，拢是一场空啊，拢是了不可得。而且拢是经常所讲的是话平定，不由阁下。咱举一个较浅的比如，诸位会真正清楚的看出来，我这款的年龄，
细汉时阵读书，生伫抗战的时阵，阮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缺乏啦。阮的读书啊，无鞋通穿啊。出门啊，无车啊，拢是走路。抗战的期间，我走几万里路啊！我走了八年当中，江南走了十个省，拢是用这两只脚走的啊。现在人的时阵啊，现在人啊，读书啊，拢开车。讲是现在人有福报，阮迄个时阵无福报，我不以为然。我感觉是事发平定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呢？阮的生活伫大自然当中有乐趣啊。那亲像阮是啊野生动物，现在少年人因厝里饲的啊，无共款啦，迄快乐无共款啦，阮的快乐伊想袂到呀。阮甲大自然完全融合做一个。现在人出门啊，塞车，阮迄种快乐，伊做梦都想袂到。讲老实话，也阁是迄个生活较快乐。一个时代，一个时代无共款啦。真正是实发平定，无有高下。你看到佛经啊，袂当无背后释迦牟尼佛啦。你生伫迄个时代，你伫迄个时代享受。伊内底有真正的乐趣啊！迄、那个见闻、相识、经验、智慧，无共款呐。唔是现在少年人会当有的啊！现在少年人确确实实是人啊内底饲出来的，虽然真幸福，到时阵什么人都为你啊！可是，迄个智慧经验啊，也那个差太远太远了。所以讲，倒一个有福，倒一个无福，同共款。在佛法内面啦、啊，咱会当啊去看到这个平等的法啦、啊。灵岩法，空性大觉中，如海妖法，有老未定故，改以空所生。后灭空本无，风何诸三有？这也是灵岩经里讲的，所以灵岩经啊，都有这个五条。咱今仔日讲的是物理。讲真多啊，经文内面讲啊真丰富啊。现在啊所讲的是太空物理学的时阵啊，《楞严经》讲啊真多。空性大觉中，大觉就是头前讲的性海，真如本性啊，虚空无大。过去的人认为讲，那就虚空无边际。现在科学家认为讲，虚空有边际啊，而且虚空是有弧度的。这科学家头脑啊，相当聪明啊。佛经上讲的就是安尼啊，虚空不是无边际，性海啊是无际。所以佛在《楞严经》上用一个比如讲，将性啊比作虚空啊，将真如本性性海比作虚空，将咱现在这个虚空比作这个云彩。虚空有偌大呢？海虚空当中的一片云彩呢？尔。所以虚空确实是无大，
两个人困同一张眠床，个人做个人的梦啊，个人有个人的虚空啊，精神了后啊，虚空都无了。即知影讲虚空啊，唔是真的、啊，但是啊，伫别法内面，即、这个有为法内面无列入虚空。什么原因呢？虚空的生灭的尚无限度，所以啊，将虚空列伫个无为法内面。无为法有六种，六个无为法。但是六个无为法内面，只有一个是真如无为啊，那是真的，那是性海啊，那是真的啊。其他五个无为法啊，是生灭的现象啊，无限度。所以列到无为是相思的无为啊，不是真正的无为，相思的无为。那虚空什么时阵会无呢？甲我都无咯，你无甲我都有啊，甲我都无去咯，甲我家己知影无？知影。都一天起啊，你看到这个虚空拢总是明亮的，你就感悟了，虚空就无了。主要知影虚空是黑暗的，你看到比中里面叫做大乌天呐、啊，迄就是虚空啊，灰昧为空，感悟了后啊，这个暗的这个现象无了，一片光明啊。那个虚空就无了，所以这个境界破一片无明，见一份真相的时阵，虚空就无了，就破了。性是光明呀，色是黑暗的。转阿赖耶为大圆境地，虚空就无了，就突破虚空，空性大觉中啊，如海一凹翻啦，凹是最怕。虚空是啥物呢？虚空伫这个大海内面，伫性海内面是最怕念念。有老弥丁国，弥丁是比如罪，就是世界。咱今仔讲这个星球，你看无量无数的星球，这个星球存在伫倒位，拢存在伫虚空当中，拢无离开虚空，该虚空所生啊。空是啥物呢？空是性海里面的一个水泡，迷失了自性，在自性里面就变作一个这个境界啊。有老弥丁国，就是头前讲的，空灰暗中，结暗为色。接着变作有老的弥丁世界，后面空本无，这嘴巴那是破去咯，灭咯，虚空本来是无呀，所以禅宗内面机锋话内面呐、啊、所讲的是分碎虚空。虚空敢会当分碎呢？会啊，不是袂当的，因为虚空不是真实的，虚空是境界所变的，也是从心想生啊。虚空是假啊，世界是假啊，哪里讲啊三有是真的呢？
这三藐是有情众生，欲界有啊，色界有啊，无色界有啊，这是讲六道众生啊。六道众生这个心哪里是真呢？虚空世界都拢是假啊，原来的心感觉也是真呢。佛在经上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给咱讲破了。咱读多咯，看多咯，过来读《金刚经》的这段经文，你的体会就会更加深。三藐三界呀，都只讲咯，色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叫做叫做三藐啊，也叫做三界。有老，老是烦恼的代名词。老的意思就是不健全啦，不是完好的。名机必坏呀，以存在时间的长短。咱今仔日讲存在，是讲伊的常消现象。伊常消现象，敢会当支持偌久？存在常消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呀。存在众生的常消。念头做完了，境界就转。这个相相的，为永恒不变。实在讲，相相是刹那地在变，但是变的这个幅度无大，所以咱看到这个现象，那真像是一个同款的相续相。其实啊，所有一切现象拢是刹那生灭，实实在在是了不可得。一切学人当相关处理，学人是指修学佛法的人。一切学佛的人，常常关照这个事实真相，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这个道理。以空相是花梅分了了相，这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。虚空是什么呢？虚空就是花梅分了了相。通常用这两字来讲，伊无明。无明就是花梅分了了相。渺小如泡。何方世界？这个所在讲伊渺小，伊那个性海来比较，伊就太水了，伊讲就太水了。何方世界呢？虚空甲性海来比，虚空真像空中的一片云彩共款。
你世界是包括在虚空里面，也世界就更加小了。何况初心，何叫多呀？咱的心更加世界来比，太渺小了，微不足道啊！这拢是讲这个事实真相。希望现有，何时即无？眼前种种境界，是希望现的假有，毋是真有。希望是虾米呢？梦想啊！所有一切境界，拢是对梦想变现出来的。十法界已经庄严，拢是梦想变现出来。可是即无，你若是细心去考察一下，实在是无呀。动且即空，了不可得。那对伊的本质来讲呢，伊无啊。对于存在这个时间来讲呢，伊几乎是生灭同时。因心作业，顺业而现。这两句是说明伊的所依恋，这个世界假象，为什么会有假象？假象是依据什么而发生呢？这两句话回答得真清楚咯，是因心作业。心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作业。顺业而现，现的都是相，所有一切相都是你的业所变现出来，业是因啊，相是果报啊。业因果报，啊！但是主要怎样？业因果报的变现，伊确实是现象，但是所现的这个相是极其短暂，真正就亲像迄个刹那共款，一刹那伊就无了。咱今仔日看的相，哪像存在？但是呀，刹那刹那的相续相，并唔是讲这个相真正会存在一段时间，无这款代志，绝对是无呀。如者讲，以相续的时间的长短，完全看你的因心的。作业的时间的长短，所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拢是顺业发现的，受妖何求？因果难逃，修是中修，妖是短命。这就说明这两字是代表这个幻象、连续象，以连续的时间的长短，时间长的咱个叫做修，时间短的咱就个叫做妖。你所看到的拢是一个相续相啊，
好丑是讲伊现出来相。受邀啊，是讲伊存在时间，因心现现出来相就现，三现都会相啊。四性法界相，声闻缘觉佛菩萨，这个因心不现，现的是六道的相。现的是三恶道的相，就是丑啊。所以这个好丑，就是讲这个境界的善恶。拢是家己做的，因果难逃啊。这个是法界以前庄严是甚么款代志呢？实实在在讲啊，就是因心造业，存款无间。刹那生灭，相续现象，就这款代志啊。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无一项是实在的，无一项啊是相助的，无啊，全是刹那生灭。连我问本心，已了不可得。我问是咱讲这个精神物质，也系因素啊。这是造成身心世界的条件，这条件拢是互换而不可得的。何况家下之幻心，四代我闻家合的咱即个身体，身体绝对是呼唤，因为所有，那就是有啊，咱会当看到。会当接触到，那像是存在，就甲梦境共款啦，实实在在是啊，是无可知，这是真的，了不可得者，有者非有呀。你安尼生则会当真正看到事实真相，有即非有，动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哪里有即个代志呢？唯有业随心呐、啊。作业啊，伊无中断呐、啊。咱现前清净的时阵造业，造业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困去咯，困去也搁咧造业，无中断，也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做梦的时阵，你感觉你伫遐咧做作。你无做梦的时阵，也是伫遐咧做作。如果你若是无咧做作，你的心情就无咯，也是咧做作。所以即个做作永远都无间断，因此即个色相就不灭啦。
你做作个阴心变，这个相相依旧会变啦、啊。你变的幅度多啊，迄、那个相变的幅度嘛大。念头变的幅度小，这个相变的幅度嘛小。现象啊，是果报啊，果报是随着因心去变的啊。就是因为事实如此啊，佛法内面才会讲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菩萨知影事实真相，伊想要现好的相啊，一定要修善因。伊无希望去看到恶的相，所以绝对袂去恶念。恶的念头一定感到不善的相。好的念头啊，一定是感到美好的相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啥人做主宰呢？家己念头在做主宰，绝对不是外面来，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。一定要认清楚，有这非有啊，所以即使境界上欠前，也略无其事。可以受用，不可以执着，这就得到自在了。色心如幻，色心是妄心。就是八识五在于心所，佛法内面也讲三心，这个三心甲金刚经上三心的意思无同款。金刚经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讲这个三心。佛法内面一般讲三心是讲心意识。讲心呢，就是讲阿赖耶识；意就是讲闻那识；色就是讲第六识。所以六识、七识、八识，咱称作三心，叫心意识。这是一个所有一切现象变化的根源。伊是灵变，一切现象是所变，心意识是灵变，伊是幻，毋是真心。世界如泡，头前讲过了，初心如影，所以梦是种比如，梦是种如。梦幻泡影啊，身心世界虚幻非实，一切有为法相可知。有为法相不但包括世间一切法，出世间法也包括在内，咱这个世出世，界限是第一六道，六道内面是世间法，超越六道，四圣法界叫出世间法，合起来，世出世间法就是十法界，十法界拢未出这个范围啊，所以一切有为法
包括了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拢毋是真实的，拢是衍生之法，总体即空了不可得。如露如电，即两字是比如伊存在时间的短暂，极其短暂。所谓生命在呼吸间，这是咱来境界的。人民无常啊，有这个认知，这才是一个觉悟的人。当家境用功，如旧偷连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才知影光阴的可贵啊！咱今仔伫这世间，世间倒一项物件上可贵，光阴可贵啊！每个人将这个时光浪费去了，这是真可惜哦。但我的人一分一秒都未空过，伊要用功办到啊！用什么功呢？看破放下，这叫做真功夫啊！什么是看破呢？有着人生的真相，像这个经上所讲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看在眼内，就是看破，一点啊都未迷啊！知影讲，所有一切境界，无非是也因果报循环的刹那生灭相续而已。念念啊，如是观啊，知影所有现象是刹那生灭，根本无存在，这叫做看破。什么叫做放下？在境界内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放下了。将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这叫做真看破、真放下。贴地看破，贴地放下，用这种的功夫啊。这个功夫用的你看不出来，你所看出来是什么？人在念佛啊，提着念珠阿弥陀佛，你看这个用功你看出来了，你读经你看出来了，你拜佛你看出来了，你看的是有有形的啊，你未必是真的啊。真功夫是一切明了，心无挂碍，也叫做真功夫啊。这个功夫爱念念不干，如果一念功夫失去了，你一念就迷了。迷相是什么？过分别，过执着，又过的牵挂，那就迷了。所以讲，光阴宝贵，宝贵伫这所在，绝对唔温存一念迷邪颠倒，绝对唔温存一念过咧变分别执着。所以即地讲咯，家境用功如旧偷连是即个意思啊。观处六如，这首偈内面讲的这六字，虽是观诸法空相，
身心世界了不可得，有者非有。经文表面上是伫即面，即面是对思想讲的啊，理事不离啊，性相一如啊。对即面会当看透到另外一面，即是观如如之性。所以你对性相你就见性了，以性相本来融通，融是圆融啊，通是无碍啊。这是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理事无碍。事事无碍，过关延伸，即可纪律如如不动。头前两句，不处相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动是讲自性。性体性德不处无相是讲功夫啊，修德啊，性修不离啊，性修一如啊。你伫诸法空相内面，当然就确立如如不动。如者讲咯，你伫一切法内面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，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如如不动咯，就回归到自性。呀，这是古德上讲消归自性。消归自性是讲这个法化。拢消归自性，佛在这个经上甲咱显示，释迦牟尼佛一个开端，立下位大声去说，着衣起破，穿衫消归自性，食饭消归自性，行路消归自性，大行都消归自性。自性什么？如如不动。所谓如如不动，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安尼来消归自性。也由此知影，消归自性，就是伫个。思想看到你，理事不离，就消费自性。在想想看到性，性想不离，就消费自性。无为法性。这四字是形容真如本性，一切万事万法的本体，它是无为法。所谓无为，无区别，无性别，无来去啊。所谓如如不动，
将官有为发相，如梦幻入手，这是教咱修观的方法。所谓修观，修正咱的错误的观念，修正咱的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。对于哪一个所在落手呢？《金刚经》这句偈非常的好，教咱观一切有为的法相，身心世界如梦幻泡影啊！虚空如泡，人心如影啊！拢毋是实在，便是两边不着，合乎中道。两边是空有两边啊，有为的这边，咱要修。修理不着相，就是无为。换一句话讲，认真努力断恶修善，你不着相，心地清净，若无其事。但是你思想也是认真努力的去断恶修善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两边不着，这都是中道第二地。佛家大菩萨因的成就，都是安尼修行的。三性、三无性，为法相中之精要义。佛说法相，原为名处，若地处义，即有缘起性空，净灵贴了。修持观行，净义得力。三性、三无性。下面这几段，搁详细讲。性是性质，法相中，甲咱分析。世出世间一切法。不外乎这三种的性质。第一种，遍计所执性，遍是普遍，计是计较。这是妄想执着所变现出来。用咱现在话来讲呢，是抽象的概念，绝对无事实。可是这种抽象的概念是普遍的存在，你袂当讲伊无这个事，但是伊确实是无实的。这是一类。如果在别法里面讲呢，24个不相应行法就是属于遍计所执性。
第二种以他牺牲，这是讲所有一切现象，现象是大乘法里面常讲的缘生之法，缘就是条件，他就是条件，是伊真正做的条件而生起的，这类就属于以他起性，可见呢，以他无主体啊，无主体啊，真正是动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比如咱这个心，咱这个身体是以他起的，四大五蕴。一下掀起的这个心象，所以我离开了这个心象就无了，这个心无主体啊，是所以我们组合，这个他就是咱今天讲的种种条件道合理由的，像这个厝呢，厝是依他起的。这个咱更加容易看出来啊！这个厝内面有钢筋、木材、砖瓦、水泥，真正做下才会条件啊，组合才会变成一间厝啊！这材料放伫迄边，咱无甲叫厝，甲伊组合起来，伊就变成一间厝。这厝是依他起的。所有一切色相啊，拢是依他起的，所以叫做缘起性空，伊无主体，动体即空，了不可得。第三种叫做完成实性，这是真的，完是完满，成是成就，实是实在，毋是假。这是讲什么呢？这是讲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是讲咱的心性。心性啊，这是完成式。除了心性以外，不是啊，依他起就是变价值。依他起变价值，完全是假啊。也为什么叫做三无性呢？你若执着有这个三性，你搁错了，这是妄想。我为着说法方便去建立这三名词，你若是认为讲这三名词是真正有，那你就搁错了，你搁迷了。我要将你这个梦想啊，直接拍掉，所以用三无性，相无性、心无性、性义无性，才可你的心地清清气气。这是法相中的精要之一。佛讲法相啊，目的就在这地，就是叫咱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法相讲个真详细、真繁琐，伊的好处就是达项拢讲个真详细，伊的缺点就太啰嗦，讲太多。用的时间太长了，把这境界拄拄颠倒病，或者是完全六纲领啊，一点啊都无啰嗦。六地初二，
你对法相小可会当通达明了一寡呢？对于佛者内面讲的缘起性空，你就会更加清楚、更加明白。啊，法相是四说，佛者经是六说。但是的内容基础完全是同款，一个是不厌其烦的细讲，一个是简单明了的略说，这是对无共根性的人所用的显卡方便。上根的人听佛一个讲，伊就明了，无需要遐尼麻烦，安尼来解释，来你啰嗦。中下根的人听佛略说，伊未当了解，必须爱详细讲。上根的人听佛的细说，伊搁较清楚；中下根的人听到佛的细说了后啊，然后佫听佛简单扼要的来讲，迄伫个修持上搁较容易抓到功能。这款的修持观行，凡是修正咱的看法、想法；行是修正咱的做法、讲法。真正就是伫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咱的思想行为依照佛真实的教诲来修行。安尼就更加容易得力了。下面这个三性三无性，咱伫下一摆再过来讲，今日时间到了。